他们今天的样子，阿平说的果然都是真的，他们竟然敢缠郡主你的身子。郡主你想啊，什么？如一五公子所说，四位公子在八年前就爱慕郡主，还设计把你骗来向雄。不是缠你的身子是什么？老奴光想想就好兴奋啊。他们竟然敢如此欺我，那么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的。郡主是要出家？出什么家？我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女人吗？那郡主是要？哼，我要黑化。黑化。把本宫的笔墨纸砚拿来。郡主要做什么？哼，那贼丞相不是公务繁忙吗？我要替他写封辞呈，好让他清闲下来，让他成为一个废物。郡主，啊，这大白天的我们打扮成这样子，来这儿做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不是叫你三点钟叫我吗？为什么我起来说已经六点了呢？郡主，我叫你五遍你都不起来。啊，姨娘，先不要聊这个啦。郡主，二公子好像不在这儿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们又不是来找他的。你不觉得他的那些汗血宝马太可怜了吗？生下来就要当战马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把他们通通放回草原上去，把阿婉气个半死。哦，行动。待会儿呢，我数一二三，我们就把栅栏打开，把马放出去。准备好？一。好像是羊水，羊水，我马要生了，那我们赶紧去找稳婆。不行啊，郡主，要是现在我们去找稳婆，岂不是暴露了我们偷偷潜入营寨的事儿？这可是有违军规的。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杰生，我会呀。